是吧？这第二阶段打完了，让大家好好总结，啊，最重要的第三阶段，是吧？第三阶段，我们3月3号到3月10号，啊，在深圳，然后为了这个比赛，啊，我们也花了很多心血，啊，也希望打造一个最高水平的这个比赛，啊，不管是这个场地布置啊、场地设想啊、整个宣传啊，都希望跟以前不一样，是吧？举办这种最高水平的比赛，啊，名字叫什么？地叫最强12人，那牛逼吹得挺大。反正我不敢吹，但人家敢吹了，我们也能接受，对吧？确实别人想打过我们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希望这个平台我们的队员怎么去展现啊，包括张继科和马龙，是不是前两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没让你们打，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，也是照顾你们的伤病，是不是照顾你们的伤病啊，希望你们养精蓄锐啊，能够把身体技术啊准备好，只要有你们两个人出战的比赛就是世界上最高水平，是不是也是万众期待的比赛？那希望你们在最佳状态里边啊，能够展现给让大家，让同样另外10个人，让就以他们俩为目标打败他们，是吧？打退他们，从他们手上抢过啊2个入场券，对不对？就像当初他们抢别人一样，让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生存，让你想等他慢慢老去，我告诉你别想，羽毛队等林丹等了这么多年。还不退，你不打败张继科他会退吗？你不打败马龙会让你一辈子吗？